伴随着全民健康热潮的不断的兴起呢，健身爱好者也有了更多的锻炼的需求。那么今天的莱美发布了新的芭蕾塑形课程，旨在将融合了芭蕾动作却具备力量塑形功效的现代经典训练课程推荐给更多的人。芭蕾塑形其实就是以芭蕾舞蹈动作为基础，做一些身体的延展动作。今天全新发布的 Les Mills Barre 课程更是融合了芭蕾舞、普拉提和瑜伽，将核心、塑身、力量等多种类型相结合。训练中并不需要传统的芭蕾杆，支撑身体稳定和力量的肌肉训练成为了重点。今天的课程发布现场，众多的健身爱好者以及健身教练在国际培训师的带领下，分批进行了30分钟的体验。接下来，这一课程也会向付费俱乐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帮助其丰富课程选择与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健身的消费升级事实上是每一天都在发生啊。那么团操事实上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迎，所以在团操上有一个真正的消费升级，我相信 Les Mills Barre 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中国其实是第一批来接受这个教练培训的国家啊，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中国的教练也能够随着课程的推广成为世界一流的教练。